由于到客家庄总是有企业要投家，接种现在规模特色为推快无按规发展速度限制。现在按内合肥飞同财团发明总是有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联合国内六间银行针对客家庄的产业来提供总额2亿元的推款，钱多加个多1000万元，前三年不是例子，会对十名的初期开始接受申请，希望大部按内来带动客家庄的经济发展。你是把世界是天气6年外前头我们推动免费商店，一般先后广告撤掉，每创业做广告设计天上平台同地方重生的掉，仅仅6年外来资金已经不拿了，还是引起规模小，这样开始做，那么多创投公司该投资。因为他们会比较关注的就是在盈利模式、你的未来的愿景跟你能达到的规模的能量这些东西。但是你前面，我们都还在做前面，他怎么会感受到后面这一块？所以他不会把钱放进来。为了内客户发展对产业界更加充电发展期的中小企业投家，推出促进客中产业发展优惠贷款，同台湾银行合作金库、华南银行等六间银行合作。如果会含有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各提拨1000万做保证金，相关是先提供总额2亿的融资贷款，本有想力的客创业者、从业人员有发展的机会。啊，伊要借个钱，会还的呢，没讲借袂就唔是还的呢吼。啊，还人个钱，当然伊要想办法干一个生意，要做个有创造利润出来。啊，有创造利润，那有可能吼永续发展啦。在托卡中超发登记的中小企业负责人黑冠明是在写事业计划书相关文件，同客委会提出申请。经过统计了后，是在同合作银行申请，周转性支出超过500万，资本性支出超过1000万的贷款。头三年，客委会除了全额补贴利息，未来每每款情形慢慢增加融资额度，希望用优惠贷款扶持客中青年，企业是转到客中、流通客中，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客家新闻，陈彦玲、邱水清、廖启生，台北报道。